男子女仆装绑双马尾，高雄市议员黄杰当起一日店长。 男子番茄酱仔细在盘子上画出可爱图案，也忙着和支持者拍照。我那天中午就来电了，我就不是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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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的呈现与议事厅里截然不同形象。 回归问政本色，黄捷po文爆料不明人士假借卫生局名义询问女性私密问题，向卫生局确认后，并没有进行相关问卷，呼吁接到骚扰电话存证报警，不要姑息。三立新闻黄启超、翁玉文高雄报道。